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台长，请台长帮我看一下1963年属兔。1963年属兔是吧？是的。嗯，看到了，想说吧，想说什么，问什么讲吧。看身体。我从上面帮你讲下来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掉头发。对。记忆力衰退。对。两个眼睛不舒服。对。再帮你往下看。好。喉咙经常咳嗽。是。干得不得了。是。啊，记住了，妇科胸部有问题。对。肠胃的右面不好，肠胃的右边呐，右肠胃经常有腹痛，就是肝和胆的地方。肝啊，胀有胀。是的。你的肾脏也不好，腰啊，哦，经常酸痛，主要是左腰。嗯。再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经常有便秘。是的。关节有点小问题。对。你的两个脚经常发冷。是的。看到底了。你还想看什么？没了，再看就是鞋子了。袜子、鞋子。台长，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啊，这个要看。63年的兔是吧？对。有啊，有孩子啊，自己掉过的孩子。是的。他经常弄你一个耳朵，你有一个耳朵啊，现在听东西听不大清楚，人家跟你讲要讲两遍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哦。心脏也不好，他经常弄你心脏，手会发麻。对的。你能不能赶快把他念掉啊？好。好吧。好。你给他念过吗？念过。台长看一看，你念了几张啊？念给孩子几张，我记不清楚了。60多张嘛。好的。不是啊，你上次一个孩子抄掉一个是女孩，60几张念了，哦、给他念了60多张。还需要多少？还要。嗯。另外一个要念53张。好的。原来一个还要加21张。好。好吗？好。嗯。你这个人呢、啊、真的人是很好，但是你啊专门做事情啊，人家不会谢你的，你对人家再好掏心掏肺，人家不会对你好的。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来还债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你一定要听台长的话，不能生气。好。你现在经常生气啊。是的、我从念经以后已经好了很多。你因为老觉得我的命苦啊，我的命苦啊，是的，比你苦的人多得很啊。是。有什么苦啊？苦就是个过程，到人间来就是把苦受完了，到天上去了。好的。而且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命运当中婚姻有两次，你知道吗？我讲话你听懂了吗？听懂。所以你好好的念经化解这些感情这方面的问题，你不要觉得人家老甩的你对你不好，你要知道你上辈子甩人家多少次吗？你上辈子是个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到你啊，像一个做邮局的一样，戴个邮局的这种帽子，是个男的。你这辈子是不是对邮票很感兴趣啊？
有没有集邮啊？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要还债的。好的。过去生中做错很多事情，这辈子要还的。好的。好吧。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请台长帮我看一下我印的经文质量好不好？很好。谢谢台长。大悲咒、心经都很好。好。嗯。请台长帮我看一下1989年属龙的男的。89年属龙的男的。嗯。想看他什么？什么时候有缘分？89年属龙的。你叫他念念经好不好啊？你这个儿子是不是你儿子啦？是的。你儿子你管得太紧啦。他又不是没谈过，谈了之后你都把他搅掉。你人家跟你儿子好，就像挖你的情人一样的，你要放开一点的，老搅人家。你儿子属什么？刚才在讲的，跑了这个动物。89年属龙。要到今年8月份，有一个胖胖的女的会给他介绍的，你去找一个胖胖的女的跟他介绍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吧，你不要再搅人家了啊！你这儿子不大敢讲话，哎呦，真的被你压着，怎么都这么厉害啊？哎呦，这条龙是吧？龙瘪龙一样的，飞都飞不上去，爪子在拼命跑，看不到尾巴的，尾巴肯定被你抓住了。你放放他吧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你就给他一条生路吧。你让他找一个女人嘛，算了，对不对啊？好吧。好。说不定这女孩子，你叫她念念经，她对你还特别好呢。对不对啊？你不要把所有的媳妇都看成跟你一样这么凶啊。好不好啊？好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念姐姐咒啊，念准大吉祥天女神咒是化解婚姻的。好，我帮他念过了。哎，多念，念过了。好了，没什么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了。好，没有了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卢俊宏台长。